我可以睁眼了吗？老子说爱情是蝴蝶的秘密，老子说爱情选又选的玄机，到底你们谁有理？只能说爱全是谜题。孔子说爱情距离产生问题，孟子说爱情讲究天时地利，商人随便哄哄你，不必死守规矩。We can say love, love.那本王不管，本王也不是，而且王妃每天都要做，还要有这样的心事。你还上脸了？三十六计太离奇，爱情也能拿来做诡计，不如诗经有意义，花花草草都写着我爱你。雪天王只看牛郎织女，雪地里只看敲打你。王爷，王妃有喜了。小凯，咱们有孩子了。那怀孕的人最大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王妃要什么？本王便给什么。那玫瑰花是谁送给谁？本王送。王妃要什么花，本王便给什么花。形式要跟我的一样，服装也要统一。这成何体统？王妃说什么？本王不答应。